看着你呆弹了一圈。
起应该可以吧。好，我发现我是抖的地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转过，我就会跌倒。抖的地方就上去比较抖，下去滑就还好。还是太紧张？不是，就不是心理问题，就倒了，就后面就卡住就倒了。你说说看。你已经没力气了啦，脚很酸啊，蛮酸的啊。你要平衡的那个时候需要的力气，现在你也要用不用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懂你意思。你这个时候，但是你说重心前倾，我后来这两趟都有用，我觉得有啊。没有，你没有。我有啦 ，I tried。没有没有，你有事，但就是你自己觉得有，但是旁边如果帮你拍影片，他拍出来肯定是没有的，就是长得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差不多的，就是你好像有前倾，但其实只是蹲得更低而已。Yeah. 就是你如果把蹲马步的姿势当成头顶画到脚底一条直线的话，标准的姿势是垂直或者是朝前的。那我们先不要求朝前，因为朝前是很正确，但是很让人心里恐惧。我们就只要求垂直好了。我没有垂直。大部分的人头顶到脚底那条线是朝后的。我们 ski 就是身体朝后。雪板的话就是后脚缩短，前脚拉直。一定是这样。你就这样。就是抖三下，对不对？离三下抖得远远的。没有，因为那个 pose 的话是要让你滑行出一条轨迹的。你那个雪板有一个钢边的，完全用钢边的。你那个雪板是有设计出一个弧度的，你一定是有办法画一条的。是啊。但是你做那个 pose 却是有点像是往下踩，斜斜往下踩。对。对啊。所以我才会说你其实只是要练说用那个姿势，然后尽量是用滑行的，这样滑过去一道，不用连续也没关系。对，不用连续，因为连续很难，还不会的时候是无法体会的，就一路向下踩好就对了。以 ski 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会说右转的话踩左脚，那说法就是说信任你的左脚，坚持住踩住那只脚，然后右脚还可以抬起来的。对，那如果以 snowboard 的讲法的话，就是他也是要用左边的钢边哦。右转的时候还是用左边的钢边。让我想一下，没有，右转是用左边的。那没滑，那他的是反过来的，他要先练的是左转。我们是用左脚，右转，右转，左转比较好。我是右转一直不行。右转过去就不行，我要左脚的内侧的钢边。赖梅华是习惯身体朝三下，然后他刹车的时候是左右钢边。对啊，是左转。你要第一个练的是左转。左转？左转，对啊。你左转是我这样，然后左转。你的左肩朝前，朝你的身后转。对啊，你的面还是朝三下，理论上你擅长的是左转。对对，然后但是你的左转是刹车式左转，不是轨道式左转。他也会画出一条线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用的，如果他 pose 对，而且是照那样子做的话，会画出一道线，而且会用掉四分之一条雪道。但是戴美华现在的滑法只会用到十分之一条雪道，就是连续的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可是我没有要拉那么大的 S 啊。不是，其实不是要你去学大的 S， 其实是要。你说那个就是画过来那一边吗？其实是画那一道，画那一道是让你体会出那个重心非常的可靠，让你体会说刹到底会头其实朝那么前，你都其实。很安全的话，你就可以放心的利用身体的重量去压钢边，然后那个时候你的大腿就会比较不酸了。我大腿一直是还好，因为我在做深蹲。我觉得我现在最比较困难的是我要左转，因为我左转的时候其实是身体其实是就会面朝三边，那我看不到后面嘛，后面是我要去的方向，所以我会紧张，所以我是左转的那一个会比较。就是比较困难。我如果右转的话，我身体是要往我去的。其实你不大做右转的、啊。其实你很少做右转。有，我
一定要左右才会下来啊。那你好像会屁股要甩了一下。你是假右转、啊，你是假右转。不是。你有一个地方偷 switch， 然后又恢复成那个。但是我 kicking 那时候就是这个就是 kicking 啊，就是我用左脚往前踢啊。我知道我这个错误，这个教练有纠正过，但是我改不过来，因为其实你是要顺顺转，而不是把右左脚踢出去。那就顺顺转，试试看，慢慢试。没有。这个平的我还可以，但陡的。就我真的完全就踢不动，然后就怎么就倒了，所以是要踢啊，一定要踢的，不是重心。不是一定要踢，是我的习惯性动作就会用踢的。因为你从最一开始你都是用刹车式一直就滑下去啦。我大概懂你意思啦，但是其实 snowboard 的话，它其实是要追求那个 S 的顺。但是你们我教的就是 S 的顺吗？对，你是用 sneaky 的方式跟我讲左右脚，可是其实我们 snowboard 有时候你要，因为我们的方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，你们一直是往前，那所以说我其实我比如说左转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的面是从山然后到山下是我要去的方向，所以我会比较顺，因为我会没有比较有安全感。但是当我要右转的时候，是我的面是要从山，就是我的面会转往山上的那一次的话，我就会卡住，然后我就会脚就会不自觉要想要甩，就用身体甩或者用脚甩，然后就是这样转过去，然后就会觉得是就这样 Z 字形，而基本上。基本上教用钢鞭滑行跟 Kevin 跟不准甩腰那些都是同一件事。对。然后问题是在于怎么做到，因为我讲出来讲了一步可以做到，但实际上我根本是学 ski 也做不到。也不是说做不到，就理论上所以我们所以就是有很多练习的方法。对。那我觉得你讲的也是其中一个，就是你在过程中要练习的东西。那只是说那个是在中间滑的都滑，中间你比如说 S 有没有？你不是那个 turn， 你是中间那个平的跟平的的部分。我告诉你的是说，你一次只练半个 S， 你要一直体会它停下来的，然后你身体才会记住说。它其实停得下来，很安全，你就不会去。我会，因为这个我已经练过 N 次了，所以那你做做看，右转，你做大 S， 你做大 S， 我在后面跟，我看你做的。但是我走这边不能做啊！啊，就滑平的，滑平的。还有什么？滑平的。好啊，滑平的，滑平的，干嘛？滑平的。滑平的，看他做一次。啊？在滑平的，这里有椅子，这里有椅子，这边比较缓。滑这边，你滑大 S 看看。可是我这一下是这样，就是 S 啦。没有，你没有做过真正的 S。你那个是这样哎、欸，这样，你那个只是这样。你是，对，你看起来是这样，但你看我轨迹就是这样子啊。没有，那是假 S， 那是立字型，真的。我就跟在你后面，你回去看啊。呼呼。然后你要去跟踪别人哦，不要啦，危险啊！不会啊，我现在的控制度是可以的。你不要那么有自信，到时候撞到别人。嗯。这边的我们都很熟啊，上半部很缓，后半部，中后半部比较陡一点。然后我预测你大概比较陡那一边，你就会开始用刷刷。雪冰哦，看得到吗？跟汽车，跟我们车子一样。
段应该你觉得很平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。啊？应该可以。应该可以。那你注意用耳朵听，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会有唰的声音，什么时候一开始你是没声音的，对，一开始没声音。不管前面是乱或是平，都会没有。下的时候，哎、欸，直板往下，先不要求它横向的时候，横向的时候正常应该是这样子去，但是它是这样子去，哎、欸，所以一边在往下，对对对，一边侧滑。啊？没有不是嘛？你想进步的话，只能从那里交起啊。对啊，不要一边滑一边在下降就对了。对啊对啊，那。还有要直的向下啊！啊，我觉得他没有直的向下。要能直的向下，要先学会那个勾那一个弯，因为直的向下会吓死人，那会很想停下来。那雪板的话就会，哇，好可怕啊！不不，马上就跨下来。对啊。所以现在是怎样？啊？现在要做什么？是啊。所以你高兴好了，你也可以摸。
三十分。啊，还要两趟哦？不知道，好吧，这一趟最后一趟。哎呀，反正一趟，你真的要，我要烦了啦。这个洞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。嗯。陷害大家。会吗？你要小心啊。不会啊，我刚刚就走这啊。然后陷下去啊。我就下去而已啊。他强迫你前进了。我就先不要太靠近别人，挤了一堆人。很多的。好，走到最后一趟。你有看我顺顺的躺下吗？还是你不知道我？我有看到你摔。我一定在看周错，看我那时候的 pose 是怎么回事。我又怕你怎么突然倒在路边。我就弄一弄，我就觉得，好像歪了，好吧，躺下吧。那不是跟那个被吓到的山羊有点像吗？他就一直挨着我们，他
血都没有，我就跟他说没有没有没有，这绝对没有鸭血，因为一块那个皮皮那种刷刷的地方都找不到，我觉得一定是鸭。但是你知道下面那个瓶的有鸭血对不对？对，瓶的有，后面我们你要拉我那边，对对对，那边一开始有啊，那那个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那个鸭就没了，后来就没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差点那个。但是你那时候我们上来才9:50，你就一直哎，我就说那一地都没有压的。也许被划光啊。不可能，没有一块地，不可能把所有人把所有地全都压光。嗯。我好像忘了自己要插腰滑的这件事。好吧，今天我的最后一次就是插腰滑。那你有帮你录吗？不用录啊，我自己练一练，自己感觉就好了。我一定要把我右手，这个抖的 S 腿。就刚你能理解那个刚边压死的？有啊，那个一直都知道啊。抖的练法就是说，你就坚持滑那个，然后慢到你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吧，那你就可以接下一个弯。我懂你意思，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，其实我那个滑下去的那一部分我没有什么抗性，我抗性就滑的那一下就我就是一样会用 kicking， 就是身体就是你没还没有办法克服啊 ，kicking 的话就又踢不动的话就打。嗯，到底什么是踢啊？我不知道 kicking 是什么。你看到、哦、我的脚，如果说我要转，这样子转的时候，我是人家是平平，但我很顺很顺这样转啊，我那我没有 kick。但是如果你看到我转，就是跳跳跳跳跳，对啊，所以有时候是这样踢的，是就是扭腰这件事。不是扭腰，是用脚去踢的，你要看用右脚去踢的。你是用后脚去踢的，这个我知道啊。你的下山方法只有这一招。你很烦哎。你的下山方法就是用后脚踢左边，踢右边，看起来像是在滑，其实是轮流左右刹车，没有 S。就是不能用 kicking， 然后你要用顺的。可是，对啊。可是我刚转的那个扭，你们看起来扭腰那个是没有踢的、哦。你陡坡杆直板向下吗？就是不大敢啊，所以才会那个啊。就是如果你刚看说比较短，就是那个 S， 就是比较窄的那个 S， 然后看起来比较顺畅的，你觉得我在扭腰，其实那个就是顺的 S 滑、他们直板向下也会像我们直板向下，意思一样快吗？没有，都很快。我们直板向下还就是我当初我们直板也很快，我当初感就是因为我发现它没有很快。直板向下就是会让人心里感到一种，但是没有很快，你要悟这一点。没有，直板向下没有很快，要适当的陡坡，还有就是每个人的身上心里一定要拿到一道保险，就是说我停得下来的那个保险，才有办法先练，继续练。对啊，我停的那个保险就是我，因为我你停的保险就是后脚一踹就停了。不是，我停的保险是，比如说我刚刚最后面我看到一个 snowboarder， 他跌在那边，那其实我一开始学的时候是自己练的，所以我只要看人家我前面跌倒，我想要刹车，我刹不住，我就用跌倒方式在刹车。所以我已经有一点，就是有点类似小时候童年的阴影，就是我如果、对啊，你刚刚最后上缆车前那个前面三个人你就过不去了。啊，哪一个？你要上缆车前摔的那一下，我就看前面有三个人分数在那上面。过不去，是中间有个 snowboarder， 他在那边摔的时候。他摔在那里干你什么事？对，这个就是童年的。别人摔我也要摔了，知道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
一滑，夕阳超漂亮。民众，身体稍微朝后顶一点。民众，民众就跪下。哎、到此为止。我要开始练习了，可恶！要我帮你录吗？不用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看看我这样滑会变怎样。然后就会坐下去。你在偷偷逃山岛？还没想、啊。现在就是啊。没关系啦，反正最后体力已经不多了，就随便三四个弯下去。这样掉了吗？不是，我喜欢顺便把水清一下。哦，好。最后抽的时候不就会清了吗？我喜欢先清。好，要冲到。车子方向的冲哦、欸，你要跟他讲哎、欸啊，他跑掉了。
现在云一块一块的，关。